很多人已经离开中国的人呢，大概不会意识到这种二维码统治有多么先进。现在二维码不仅有红码、黄码、绿码，还可以带星号的、带两个星号的、带弹窗的。刚刚呢，听说，他们的行程码取消星号这一说法了，但是呢，依然有无数的二维码，各省之间的，全国统一的这种二维码还在启用。所有的中国人相当于都带着一幅到多幅电子镣铐。